一场万人参加的盛宴，一顿分三次吃还有很多礼仪的饭，没有它连鱼都做不了的汤，这一道道美食承载着怎样的历史与文化？长着一副鸭嘴却不是鸭子的鱼，敢把蛇踩在脚底的鸭子，这些山上水里的食材有着怎样的传奇？浑水中杂草里抓鱼，树上捉鸡，他们在生活中练就了怎样的绝技？五花肉换来的臭酸汤，伴着生血吃的菜，从牛胃里倒出来给母亲喝的汤，这些美食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？家乡的味道，走进多彩贵州，品味来自那里的家乡味道。每年除夕，很多家庭都会选择在阖家团聚之时，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年夜饭。这顿饭一般比较丰盛，有鱼有肉有饺子。年夜饭是亲人的团聚，是对来年的希望。在洞乡黎平县，这里人过年吃的饭，餐桌上的菜肴却丰富得有点超出人的想象，而参加的人数更是出奇的多。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春节，侗族新年是在每年的农历11月1日至3日。听说很多侗族同胞春节不一定回家，但侗族新年是必须得赶回家的。他们回家不能错过的就包括长桌宴。长桌宴也叫合拢饭。据说当寨子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时，因为逗留时间有限，无法挨家挨户到访，于是村民们就把家里的小桌子排成一排，组成了长桌宴。对于热情好客的村民来说，长桌宴是特别隆重的待客礼仪。黎平县中朝镇枷锁村这次摆的长桌宴有点怪。过去长桌宴的规模最多不过是300-400桌，用餐人数不超过2000人。而此次即将要举行的侗族新年长桌宴，预计规模将达到1700桌，用餐人数超过10000人。而枷锁村只是一个不到500户、总人数不超过2000人的村子，一下子要摆这么大的宴席，可是个巨大的挑战。可为啥要摆这么大的宴席呢？原来当地政府重视打造节庆文化，这次的侗族新年长桌宴就变成了政府组织、村民过年、游客参与的万人盛宴。按照侗族传统，长桌宴要有6道侗家菜肴，分别是腌鱼、清炒胡萝卜冬笋丝、粗粮大丰收、香芹炒牛肉丝、肉末酸菜和猪泡汤火锅。食材不同，名称不同，但相同的是酸辣口感，这也是他们所偏爱的味道。一桌6道菜，1700桌就得10000多个菜。要解决这个难题，枷锁村请来了有着20年厨师经验的周成基。他做侗族长桌宴有经验，可往常最多也就做过200-300桌。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，周成基不敢有一丝懈怠，各项工作在他的安排下正紧张地进行着。大姐，你们这回大概需要多少斤的那个玉米啊？要1800斤。哇，你们几个人要扒1800斤的玉米？我看现在已经扒了不少。扒了一个多小时了，还没扒起。30多人齐心协力，只能满足3600人同时用餐。要准备万人长桌宴，光靠这一个厨房显然是不够的。在枷锁村附近，像这样的专用厨房一共有7个。光是在厨房里忙活的人就有300多人。如果说宴席里吃的东西已经在准备当中，那么接下来让大伙最关心的就是这场万人长桌宴的桌子和凳子了。这么多的桌子和凳子要从何而来呢？是从哪儿拉过来的吗？这个，好像都是旧的，不像是新买的。这个因为这个数量太大了嘛，我一般都是借啊，然后自己弄的也有。啊，尽量就是从各个村搜罗一些，是吧？搜罗的，对。为了尽快解决桌椅问题，侗族长桌宴组委会从4面8方动员附近所有村落，用了2天时间搜集到了所有的桌凳。
枷锁村周边许多村子的村民也来义务帮忙。整晚的不眠不休，侗族新年万人长桌宴终于开始了。由于人数太多，村民的家里和门前也摆起了长桌宴。今天我在我们这个侗族大寨里面，我随便去哪家我都可以去蹭一顿去，是吧？可以吃，随便到哪家都可以吃，是吧？我们这里都有，还有可以都这门口都还可以摆呀。还可以摆，还可以摆桌子啊，还有菜呀、啊。哪怕您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从哪里来都无所谓。都可以啊，来这个地方，不等他饿肚子回家，不能让他饿肚子。热情的侗族同胞，地道的侗家菜肴，传承了千年的长桌宴，带给大家除了浓浓的乡情，还有那历久弥新的侗家文化。其实很多时候，吃的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中国人心中最在意的团聚。一家人在新年团圆，欢聚在家乡，吃吃家里的饭菜，就算这一年再辛苦再累，回到家的那一刻，一切也都值得了。冬年快乐，冬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，气候温暖湿润，有河流、山林、湖泊，多民族的聚居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。纵然食材资源丰富，菜系众多，但民间对贵州饮食特点却有一个生动的概括，那就是贵州一怪辣椒式菜。在贵州，很多人喜食辣椒，更是酸味儿，因此贵州饮食具有一辣二酸的特点，可谓辣出品味，酸出特色。贵州人食辣嗜酸和地理气候有着直接关系。过去由于山高路险，道路崎岖，得到油盐不容易，为了解决饭菜缺油少盐难以下咽的问题，聪慧的贵州人就用辣来调味，用酸来摄取盐分，于是在长期饮食实践中创造出了很多流传至今的独特美味。在贵州有着三天不吃酸走路打捞窜的说法，这足以证明酸这种口味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。相传远古时期，辽岭上住着一位美丽姑娘，不仅能歌善舞，还酿得一手好酒，很多小伙子都喜欢她。姑娘没办法，就给所有追求者斟上自己酿的美酒，未被中意者喝了这碗酒就会觉得味道是酸的。虽然知道自己被拒绝，好多小伙子仍然不愿离开，用山歌呼唤姑娘来相会，姑娘只好隔着篱笆唱山歌应答。酸溜溜的汤柚，酸溜溜的狼，三月槟榔不结果，九月兰草无芳香，有情山泉变美酒，无情美酒变酸汤。在当地还有做不来酸汤嫁不了人的说法，这些都说明酸汤的食用历史悠久。陈琴是苗家姑娘，12年前嫁到季刀村，头脑灵活，勤劳肯干，虽然年纪不大，却深知酸汤的做法。她做出的酸汤鱼深受客人的喜爱，因此开的农家乐很受欢迎。那像咱们这个酸汤的话，有没有保质期，可以用多久呢？弄好的话可以用几代人。像咱们这个酸汤是大概多长时间了？我这个坛吗？啊，已经有12年。
12年了。对，我这么长时间，自从我嫁到这里，我就一直在用它，一直在用，在呵护它。对，哦，这有什么讲究吗？就是您说的呵护。讲究还挺多的，你要保护它的干净，就它最忌的就是油，不能有油啊，有其他的东西，灰尘啊这些。你只要有爱的那种心去每天去看它，就是把它养起来，养好了，对，就很酸很香。在苗族同胞心里，食材是有生命的，需要人的关爱与呵护。他们相信那些倾注了爱的食材也必将回馈给人们美味。除了保持干净，还要隔三差五用新的淘米水更换坛中的一部分酸汤。酸汤除了白酸汤还有红酸汤。白酸汤通常用来做菜，做酸汤鱼通常用红酸汤。将发酵好的糟辣椒加入白酸汤，再用麻布袋沥青，红酸汤就做好了。当然也有人加入西红柿的。要做酸汤鱼，鱼的选择要新鲜，鱼身上双面改刀，好让酸汤的味道完全融入到鱼肉之中。十几分钟后，热气腾腾的酸汤鱼就做好了。吃着暖暖的酸汤鱼，家乡那种熟悉的味道瞬间在味蕾复活。不管离家多久，这种奇辣异酸才是那久久怀念的味道。同样是吃鱼，水族同胞的吃法却有些特别。水族同胞一般在过年或招待贵宾的时候做酒菜包鱼。据说过去水族同胞的祖先临江河而居，他们一日三餐都有鱼有虾。后来因为洪涝和战争被迫迁徙，在迁徙之前用9种草药和鱼做成了既能食用又能治病的菜。后来几经波折才定居下来，但随着岁月的流逝，9种草药的配方却失传了。水族同胞为了纪念祖先，就用韭菜来代替这9种草药，制成了韭菜包鱼这道菜。家里来了客人，无力打算用韭菜包鱼来招待大家。韭菜包鱼之所以平时不怎么做，是因为做法复杂，烹饪时间也长。辣是水族同胞偏爱的味道，先要将青红辣椒剁碎，加佐料搅拌均匀备用。将韭菜放在6片粽叶上，鲤鱼沿背脊剖开，除去内杂洗净，置于韭菜之上。把调好味道的青红辣椒填满鱼腹，然后铺上韭菜等。这时的鱼儿顿时像裹了一层严实的棉被。然后用粽叶系紧，放进蒸箱。蒸了将近4个小时，韭菜包鱼才算做好了。水族对于这个鱼是很有感情的，因为是鱼水情深，而这个韭菜呢又寓意着长长久久，这样剪一下就相当于剪了一个好彩头，就把这个幸福啊还有这个美好都带回来。非常的嫩，而且这个鱼肉啊经过这个辣椒浸泡了以后非常的鲜香，尤其这个韭菜的清香会去掉这个鱼的腥味。鱼肉特别嫩特别鲜，然后把那个韭菜的那个味道融入到里面了，而且觉得很有内容。雷家坝是一个哥老族文化浓郁的村寨，在这里能体验三妖台。三妖台是哥老族同胞在祝寿、结婚、盖房等活动中操办的一种特殊且丰盛的宴席。宴席要三开三停，还得有个总管。薛强就是雷家坝有名的总管，这次的三妖台主要由他负责。一大早他就来到市场采购重要食材。这里有哦，这个摊位有。你好，老板，就是买这个是吧？对对对，这是猪腰子。猪腰子，哎，对对。那我们买这个猪腰子是做那个三妖台的哪一台呀？这个酒席的哈，小酒菜。第二台的。哎，第二台的。哦，你认得这个不？看一下，这一股什么味道啊？这是，这上面是灰吗？哎，对对对，是灰。这好硬啊，这个东西，你看敲起来还响。哎，对。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灰豆腐，我们到这里去吃。啊，灰豆腐啊？啊，这是豆腐呀。对对对，这就是灰豆腐。这些其貌不扬的食材将会怎样变身三妖台上的美食呢？选这种没破的哈。要做下酒菜腰花离不开4条竹片。用这个竹子，
放到这中间，放到这竹子中间，夹住啊。哦，就这么夹住啊。夹的时候我看你还好像把这个腰子什么的分不太很均匀哈。对对对，夹着就成花了嘛。成花了。成腰花了嘛。就到时候干了之后是成花了。干了以后它就成花了，就是跟它定型。夹好的腰花得挂起来自然风干，趁这个时间正好可以做第三台里面的灰豆腐果。买回来的灰豆腐果得先拿水泡上，表层的灰才好去掉。灰豆腐果有很多种吃法，可以切开炒着吃，还可以和排骨一起炖汤吃。这边风干好的腰花也好了，不过还得蒸熟，再切成片才算成了。茶席，哎，对对对，哦，第一台，哦，这茶席还有这么多小吃呢，对，就是专门下饮茶的。腰台在哥老族语言中是结束的意思，三腰台指一轮宴席要经茶席、酒席和饭席才算结束。据说隋唐时期哥老族同胞主要以打猎为生，主人打猎回来要拿出大部分猎物请邻居共享。在煮肉的时候，大家围坐在方桌前喝茶饮酒聊天，等到猎物煮熟时再下饭而食。三腰台这一雏形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，在明清时期成为固定形式并延续至今。据说三腰台有80多种礼仪，上菜、摆菜、坐席、唱歌、用餐、离席等都有完整的礼仪规范。这不，茶也上了，下茶食物也摆好了，就是不能动筷子。茶喧喧，茶喧喧，哥家有茶几百年，小弟吃了天福寿，老人吃了怎寿宴。原来得唱完茶歌才能开吃。三腰台的第一台茶席是接风洗尘的意思，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聊天，有利于增进邻里感情，团结族群。一腰台拆空，二腰台。三腰台里的第二台酒席，意为八仙醉酒，每桌坐8个人，大家开怀畅饮，一醉方休。大家饮酒唱歌，互诉衷肠。下酒菜都是猪腰、猪心等卤菜，当地称为干盘。待酒足之后，才撤去碗和盘子，进入第三台。三腰台里的第三台饭席，意为四方团圆，也是最讲究的一席，做的都是当地的特色美食。三台亲用客家餐，碗碗都是金银饭，吃了力气做栋梁，吃了力气当老板哟。吃饭前要唱饭歌，但是正是端碗吃饭起，就要不响不闹不催，大家默默地吃完饭，三腰台就结束了。三腰台延续了哥老族同胞先民打猎时代的记忆，是对哥老族历史文化的现实演绎，也是哥老族同胞对祖先不能忘却的纪念。这是贵州省江口县的一条百年老街，街上有种奇观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。当时一下就被这个吸引住了我们。对，我刚刚一下子，然后我们把车停在前面，然后就下来，我看这个是干嘛的，还以为是什么斗篷啊。其实这不是斗篷，而是一种奇特的斗笠。这遍布整条街的斗笠有啥用途，又成就了什么独特美味，还得从一家百年老店说起。每天傍晚，店主罗国华都会舍近求远地去龙井泉打水，泉水澄净透彻，水质优良，正是这些山泉水才能保证斗笠上美食的纯正口味。
最关键的嘛，就是主要都是打这个豆腐的酸汤嘛。啊，这就是你们用这个做豆腐的那个酸汤，哎，对，鸽子水的，你用了以后往这里面倒，倒了第二天它这个酸了。卢国华将豆腐沥出来的水放入坛中，经过一晚上的发酵，变成了酸汤。将酸汤加热至70多摄氏度，加入煮沸的豆花之中加以搅拌，就会产生使豆花凝固的神奇效果。豆腐花凝固之后，卢国华将其倒入木质托盘之中，用力挤压，豆腐就成型了。但罗国华做的豆腐跟一般的豆腐不一样。我们这个拿煮了塞一点都要打点漏一点，因为我们这个打点漏一点它可以才背的比比上，如果你打嫩了的话它都背不起。做好的豆腐被罗国华的妻子陈乔凤切成了薄片。30多年的经验使得陈乔凤切豆腐的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几乎每片都能保持在半厘米的厚度。陈乔凤把切成片的豆腐摆放在斗笠上，再挂到门前。其实这些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斗笠，它们空隙较大，便于晾晒通风，晒出的豆干别具风味。约3个小时，黄色的豆油被晒出，白色的豆腐变得黄澄澄的，这就意味着豆干已经晒好了。原来这斗笠上晒出的是江口传统美食豆干。在斗笠上晒出的豆干形状方正，片薄透明，品质较好。豆干营养丰富，烹调手法简单，可以炒着吃，炸着吃，也可以直接嚼着吃。30多年来，卢国华的生意很少冷清过，而他也靠豆干养大了一双儿女。从小就是吃这个长大，最好吃的就是那个豆腐坨，拿来炒肉丝。陈乔凤的拿手菜就是豆干炒肉丝，做法虽然简单，但食材及火候是关键，不是谁都能做出这道菜的独特口感。因此陈乔凤做的豆干炒肉丝成为全家人的最爱。此刻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着好吃的豆干，饭菜虽然简单，但却吃出了最适口的味道。很多远离故土的人纵然尝遍各地美食，但往往最怀念的还是家乡的味道。也许最朴素的饭菜是生活最淳朴最生动的味道吧。豆腐干，百年老街，百年口感，纵然时代如何变迁，物质如何丰富，老街人最难忘的还是那些穿越了百年的最熟悉的味道。长着鸭嘴却不是鸭子的怪物是什么？它们吃东西为何要翻身180度？瘦了身的它们怎么卖得更贵了？这样的猪为啥叫萝卜猪？什么样的鸭子敢把蛇踩在脚下？家乡的味道，接下来带您一探究竟。一会儿功夫，1000多斤鸭嘴鱼很快簇拥在了渔网里，特别像一个桨，然后也像鸭子的嘴，也像那个脚蹼一样，特别特别的大，而且摸起来是那种硬硬的，但是还是很滑嫩。鸭嘴鱼又叫齿吻鲟，它奇特的长吻几乎占到了整个鱼身的一半。要知道鸭嘴鱼吃食的方式，是不是要从它的嘴巴找找答案呢？看它这个嘴真的是特别的大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嘴到底能有多大。我就拿拳头来试一下，把拳头轻轻地塞进去，你看还能留出来将近1/3的这个空间呢。可是嘴大有什么用，连牙齿都没有，难道只能吃流食？据说它吃食的时候要翻转180度，是真的吗？鸭嘴鱼的眼睛长得是特别有意思，它长在这个它的吻的前面下边的一点，而且特别特别小。对，它认为它那个视线比较窄。别指望鸭嘴鱼眼观六路了，看它这小小的眼睛前面还挡着个长长的吻，
怎么能够准确地寻找到食物呢？吃食的时候就靠那个闻，它感应到了食物在哪里。原来在鸭嘴鱼长长的鱼吻上长着密密麻麻的梅花状花纹，这些花纹就像安装在长吻上的一个个雷达，能够帮助鸭嘴鱼轻松地控制方向和寻找到食物。哎，崔大哥，你说这大晚上天都这么黑了，你带我来鱼塘干嘛呀？什么都看不见。现在是喂鱼的时间了。现在晚上喂鱼？原来鸭嘴鱼喜暗不喜光，白天藏在水下，到了傍晚以后才会游到水面上来吃食。我们就是八点钟，就是晚上八点钟，还有第二次是早上的六点钟喂。好了，现在喂一下看一下，喂一下看一看。这黑灯瞎火的，真的能看到传说中的鸭嘴鱼吃食方式吗？你看，你看，整群都是出来了。黑暗的灯光中，鱼塘里一条一条鸭嘴鱼真的像精灵一样，肚子朝上180度翻身，一个接一个跳跃了起来。鸭嘴鱼的吻很长，当它通过吻感应到食物的方位后，为了让吻不成为吃食的障碍，便有了这种独特的花样游泳式吃食模样。旋转180度的吃食方式的确很奇特。可是听行家说，鸭嘴鱼还有更奇特的，就是越瘦还越值钱。其实这跟鸭嘴鱼的一个小秘密有关。养殖一年的鸭嘴鱼上市前就被放到这个瘦身鱼塘7天绝食减肥，再通过循环活水加速运动燃烧脂肪。瘦的鸭嘴鱼不仅外形好看，肉质弹牙多汁，口感也很鲜嫩细滑，顾客当然非常喜欢。那鸭嘴鱼成就了什么美食？接下来的节目后半部分，我们将专门教您做好吃的香焖鸭嘴鱼。这满山跑的就是贵州省江口县有名的萝卜猪，难道这萝卜猪最爱吃的是萝卜？可让人纳闷的是，这些萝卜猪却长在山林里。你看到它现在都是在里面吃那个绳子吗？哪个？那个黑色就是那个猪是吧？哎，就是这个，你看。难道萝卜猪换了口味，改吃竹笋了？它自己会剥壳的。猪自己会剥啊？吃的时候它把这种壳，它就把它吐掉，就吃进里面这种。原来这萝卜猪最爱吃的可不是萝卜，而是山里的竹笋，而且吃竹笋还会熟练的剥壳。除了竹笋，这山里鲜嫩的野菜、野果、中草药都是萝卜猪的天然美食。把它跟那个生鲜草之类的，它吃了也会抗病。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野生散养方式，使得江口萝卜猪皮薄骨细，肉质细嫩。当地人认为没有萝卜猪就做不了刨汤。过去临近春节，农家会把新鲜的猪肉、猪肝等放进锅中一起煮，这就是刨汤。要想萝卜猪刨汤味道好，首先得炖上一锅好汤。这个汤是用那个铜锅跟猪头肉的骨头一起熬的，熬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就好了。炖汤的时候得抓紧准备其他食材。刨汤的独特之处在于五花肉、排骨、猪肝、猪心、猪肠等各部位都要有。好的时候将其快速放入锅中，大约2分钟左右爆炒好，再淋入炖好的骨汤，最后撒上辣椒、葱花、香菜，这道菜就算成了。热气腾腾的萝卜猪刨汤，喝起汤来鲜香四溢，吃起肉来则大快朵颐。三穗县位于贵州省东部，这里自然生态条件比较好，河西水田众多，很适合养鸭。当地已有600多年的养鸭历史。
三岁鸭原本就是小型鸭品种，成年的公鸭母鸭一般都不超过1.5公斤。它个头小巧，自古以来采用的几乎都是放养的方式。既然经常在野外活动，危险就在所难免。一条蛇正在搜寻猎物，它挺着脖子不断地吐着长舌，而刚刚还在水里游玩的鸭子似乎没有察觉到危险，正连飞带跳地过来，危险似乎一触即发。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，鸭子根本没有把凶猛的蛇放在眼里，直接把它踩在了脚底。鸭子就这样来来回回踩了几次，这条蛇竟然赶紧逃跑了。敢与蛇对抗的三岁鸭充满野性，善于运动，因此肉质更加细腻，瘦肉率较高。在三岁县，自古以来就有无鸭不成宴的说法，当地人吃鸭比较讲究，做法更是丰富多彩。当地有代表性的血浆鸭之所以味道独特，就在于选用了当地散养的三岁鸭。做三岁血浆鸭时，最好选用火力较强的煤气灶或柴火灶，先将切好的鸭肉进行爆炒，接着放干辣椒等配料，用温火炒到能闻到辣香味后，再加入备用的鸭血，并用铲子迅速地进行翻炒搅拌。这时鸭肉已呈深板栗色，鸭肉表面处处可见熟了的黑色血粒。这三岁血浆鸭怪就怪在黑乎乎其貌不扬上，其实外面这层是血浆的颜色，吃起来好像米豆腐的口感，滑滑的嫩嫩的，口味独特。而鸭肉吃起来则有嚼劲儿。家乡的味道，亲情奉献。那个味道特别难闻，因为好多客人都不像他们在外面的话，这个味道别的闻不惯。这闻起来特别臭，让很多外地人一开始望而生畏的是什么？来到荔波要吃臭酸火锅，特点是锅里有鱼，但却找不到鱼。这个秘密正源于臭酸的特殊工艺。荔波小吃街上韦荣利家的臭酸店已经开了20多年了，生意很好。他家存放的一坛臭酸传了4代，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了。由这坛原料制作出的臭酸火锅味道微酸，奇香无比，吸引了不少人的好奇与品鲜。做臭酸火锅关键是要有臭酸，那臭酸这道食材到底有多奇？哎呀，那么臭吗，美女？这是重口味吧？这究竟是怎么做的才会变成这样？这已经100多年了，这个100多年了。只有置身其中，才能感受到臭酸味道的劲爆与火辣。哦，这可真是宝贝了。可是这个味道也太冲了吧，也太出乎我的意料了。但是我们觉得是很香的，煮出来的话那味道就是另一种味道了，那香味就出来了，一煮出来就特别喜欢吃了。就说只有这个臭味，然后才能煮出我们臭酸的够味儿。哎，是这样的。百年臭酸是见识了，但臭酸是怎么做的呢？锅里有鱼但见不到鱼的臭酸火锅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先将1斤玉米炒至金黄，放进去的玉米或者小麦作用是发酵保鲜，确保不会变质。这时要把一条活鱼放进坛子，鱼必须是新鲜的，盖上盖子密封。1个月后，鱼肉鱼骨全部化为酱汤，这时坛子里的臭味酸味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。这就是荔波美食臭酸的做法。做臭酸不是目的，而是用臭酸做臭酸火锅。只要是荔波人，闻到臭酸都走不动路，不吃那是万万不行的。
像这些肥肠、猪肉、茄子等都是制作臭酸火锅的配料。臭酸火锅非常费油，一次要用4斤油。10分钟后就是臭酸登场了。这样一碗臭酸放进锅中煮沸，开始添加熟的肥肠、猪肉及青菜、豆腐等等。火锅配菜的添加全凭自己的爱好，15分钟后就可以上桌了。其实还真的不臭，还真的挺香的，你觉得呢？不错，确实。刚开始闻的时候感觉特别臭，都不敢下手，但是吃起来呢，感觉特别的香，从来都没吃过这种味道，很特别的。闻起来有一股恶臭味，吃起来又有一种辣香味，而且非常够劲儿。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造就了这里食材的独特品质。一道道美食也正是有了它们，才能成就其独特口感。这些美食伴随着一方水土，是很多人挥之不去的记忆，是他们走多远都无法忘记的乡愁。在浑水里怎么能摸到鱼？抓泉水里冒出来的形似蛇头的鱼，它们有什么诀窍？土鸡中的飞机又是如何被捉到的？家乡的味道带您上山入水，看看当地人寻鲜有啥绝技。在周西镇的营盘村，绵延起伏的营盘梯田是祖祖辈辈耕耘出来的，也是全村人共有的财富。谁家的稻子熟了，周围的村民就会一起帮忙收割，热情互助，不分彼此，也是当地人世代流传的处世之道。收割完的稻田，此时正是抓稻花鱼的好时机。其实这种肥美的稻花鱼是每年春天村民们放入水中的，它和水稻共同生长，靠吃落在水里的稻花和小虫为食，肉质非常鲜美。丰收时节，村民们总会用稻花鱼来庆祝丰收。你看那个水面上，看水面动一下，对吧？动一下的鱼在下面，你再扛下去。哦，如果是我们老百姓呢，会抓鱼，他就凭那个手一摸，他就给摸到了。原来浑水摸鱼大有技巧，摸不着门道，只是乱摸是摸不到鱼的。找到了方法，摸鱼也就变得容易了。儿时摸鱼的经历总是让人难以忘记，而用新鲜肥美的稻花鱼做的苗王鱼同样让人印象深刻。苗家人做鱼常常只取苦胆，不取其内脏，以保留鱼的原味。在滚烫的水中放入整鱼，加入青红椒、冻柿子和自家腌制的酸菜，可以有效化解鱼腥，给这道苗王鱼增添更为丰富的口感。在苗族同胞自成体系的饮食文化中，辣始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之一。炭火烧烤过的尖椒散发出极具诱惑性的美味。趁热放入石钵中捣碎，加入大蒜和花椒，这种辛辣的酱料成为寨子里秘不外传的美味。煮熟的鱼肉成型不散，涂上厚重的辣椒酱，一道苗王鱼就把鲜、酸、辣完美的融为一体了。在贵州省凤冈县境内有一条神奇的小溪，每到夏汛时节，源头就会出现一件怪事儿。每年刚打水，这个地方就喊鱼出现。泉水里冒出来的鱼到底长什么样？又怎么从泉水里冒出来呢？据当地人说，泉水四季恒温，冬暖夏凉，从不干涸。就是在这个水里面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鱼，那到底有多神奇呢？脑壳像蛇了。因为不到汛期，现在无法看到泉眼出鱼的场景，但听老乡说，距离水源5公里的地方，在那里可以看到这种怪鱼。
不过要看到怪鱼不容易，要跟着老乡去捕捞这种鱼。而怪鱼喜欢生活在杂草或洞穴里，能不能捕捞到它们考验着人们的智慧。呀，这个七星鱼它是在最底层，一般这个网是捞不起来的。原来这怪鱼说的是七星鱼，七星鱼的学名叫月鲤，喜欢生活在阴暗的溪沟或荷塘中，因为浑身斑纹和星形图案，所以也有人叫它星鱼、山斑鱼和秤星鱼。它宽大的嘴唇里布满尖利的牙齿，以鱼虾或水生昆虫为食，跟平时见到的黑鱼是近亲，只是比黑鱼小得多。捕捞七星鱼的愿望就要落空，不过听一位老乡说，捕捞七星鱼必须在小溪的上游。小溪的上游到底有没有七星鱼，又怎样才能抓到它们呢？那他们告诉我用这个地笼就可以抓住七星鱼哈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这个地笼呢一般是用来抓这个龙虾呀、螃蟹。那你说这个游动的鱼怎么可能自投罗网钻到这个地笼里面来呢？该怎么弄这种？老乡将地笼横在水道上，24小时以后等着收网。七星鱼喜欢钻洞或晚上出来觅食，地笼成了它们的克星。还真不少哎，这个办法太管用了。夏天的时候呢，在这边要凉爽一些，鱼喜欢来这边。冬天呢，这地方又暖，又要从远的地方，它又要游到这边。你看这满满一桶啊，收获不小。而且我发现呢，这鱼的个头啊都还挺大的。哎，你看我手上这一条，这个啊差不多得有30厘米吧哈。山上的鸡要抓到也颇费功夫。老板，那个鸡还有吗？那鸡没有了，只有这种。什么时候可以有？大概1个月左右。时间能够保证吗？1个月以后？保证有。大哥，我问一下，你买这是什么鸡啊？要等那么久？那6只常进那个山里面养的那个鸡，像今天就来晚了呗，所以没有了。买鸡还得排这么长的队。这6只鸡到底有啥独特之处？这小红房子是鸡舍吧？鸡呢？1只鸡都没有。看来啊，这鸡卖的是真巧。你看，连鸡舍里的鸡都卖光了。谁说卖完了？还有一些没出栏的。那鸡呢？在那儿。不，怎么都跟猫头鹰一样站树上了。这些6只鸡晚上在树杈上休息，睡觉时爪子牢牢地抓住树杈，
即使有生人到访也没有惊慌，任凭树枝如何晃动，它们也不会掉下来。晚上我抓不着你，这白天在地上。哎，像你这样抓，抓一上午也抓不到的，这鸡飞得挺凶的。但我怎么看它也就是一个土鸡啊。它可不是普通的土鸡，它是土鸡中的飞鸡。可是真的能飞吗？丰满的羽翼，强而有力的翅膀，一米两米的高度还真难不倒它们。到底什么样的原因让它们能够如此善于飞行呢？因为我们这鸡从小就在这山地里面养的，所以它活动范围比较广，野性也比较足，每只鸡基本上都会飞，所以像上树根本就不是问题。可是如此善飞的六只鸡怎么捉到它们呢？王大哥，哎，这么晚你们拿着梯子干嘛去啊？我们抓鸡去。抓鸡？这白天不抓，晚上抓鸡啊？晚上这鸡有夜盲症，这电筒一打它就傻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们去看一看。行啊。我能行吗？能行，把电筒拿上。好吧，我万一抓不上的话，你帮我扶好梯子哈。我也抓到了。白天灵敏机警的六只鸡，到了晚上却呆若木鸡。可是为什么有鸡屋不住，它们却偏偏要上树呢？这鸡白天它在野地里面觅食。晚上呢，它到屋子里面呢，这个天敌太多了，比如说野猫啊、黄鼠狼之类的，只有下雨的时候它才会回到屋里面。可在这大山里，危险处处可见。面对捕食者，一开始鸡被吓得四散而逃，可稳定下来后，又渐渐地围了上来。并使用自己的武器，强有力的爪子和尖尖的鸡喙主动出击，即使是凶猛无比的大王蛇也奈何不了六只鸡身体灵活、勇猛好斗，最后只能仓皇而逃。从小生活在野外的六只鸡以虫为食，能飞善跑，肉质自然更加紧实。贵州人无辣不欢，用六只鸡做的辣子鸡丁就别具风味。青红辣椒切丁，当鸡肉和青红椒一起放入锅中，香味就升腾而上。等汤汁收干以后，一道美味的辣子鸡丁就出锅了。在浑水中捉鱼需要眼疾手快，在杂草里捉七星鱼，在树上抓会飞的六只鸡，则需要利用动物习性因势利导。这些方法虽然简单，但都是当地人在长期的生产劳动中总结出的有效经验，凝结着当地人的智慧与勤劳。这些独特的体验、独特的经历都成为独特的家乡记忆。用五花肉换来臭酸汤，背后有啥不为人知的故事？伴着生血吃的菜，他们为啥说好吃？牛胃里倒出来的汤，他又为何给母亲喝？家乡的味道带您品尝独特美食，品味美食背后的故事。舌尖有记忆，食材有传奇，家乡的味道带你一起穿越时光，共享快乐与温情。家乡的味道，倾情奉献。他叫龙少斌，在距离家乡300多公里的贵阳工作，平时忙于工作，很少有时间回家。今年趁着过年，龙少斌打算在家多待一段时间。母亲年龄大了，最近胃又不太好，龙少斌打算做点好吃的，好好孝敬孝敬母亲。可是做什么，龙少斌犯了愁，于是找来了妹夫吴安义来商量。妹夫建议龙少斌给母亲做血红和牛瘪试试。血红又称红肉，因呈血色，被侗族同胞认为是具有喜庆的菜色，是逢年过节嫁娶喜庆时必备的菜品之一。它是用生猪血配以瘦肉制成，因吃的时候生血鲜红而得名。还有一种调料是必不可少的，这是纯油脂，放在这个血红里面的一种香料，放这个东西它
它的味道就出来了，它一种很香的味道。做血红的肉除了烤熟了再吃，也有人喜欢直接用生肉拌调料吃。接下来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拌血红的调料，如果没有调料只吃血红就没什么味道，所以调料在血红这道菜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。血红的制作并不复杂，将垂油子与干辣椒、干花椒、橘皮一起捣烂，然后与切成薄片的瘦肉拌匀。做血红最关键的是这一碗鲜红的生血，正是这碗生血才赋予了血红这道菜灵魂，才是侗家人难以割舍的家乡味道。这个是五香，是一种香料的，很香的，做牛肉专用的，去牛瘪的腥味。除了血红，逢年过节村子里的人也会吃牛瘪。龙少斌说母亲的胃不太好，吃牛瘪胃里会舒服一些。牛瘪在当地又被称为百草汤，是人们将牛宰杀后把牛胃及小肠里未完全消化的东西倒出来，过滤出的其中的液体，加调料放入锅中煮开，去除其中的异味。像我现在这样搞，就是搞的是生瘪，生瘪一放下去一开了就可以放肉进去就可以吃了，那就比较香味就比较很好。制作牛瘪的调料和血红差不多，吴安义将调料先用热油炒一下，然后加入牛瘪，等到锅烧开之后就可以涮肉来吃了。牛瘪是当地非常独特的一种风味，深受大家的喜爱，被侗族同胞视为待客佳肴。饭菜做好之后，龙少斌叫来了亲戚朋友们也来尝鲜，祥和的氛围，可口的饭菜，龙少斌母亲的胃口好了许多，龙少斌也开心了许多。平时龙少斌也想回家多陪陪母亲，但是工作忙总是抽不出时间。这次和亲人们围坐在一起，品尝着家乡的特色美食，享受着这难得的团聚时光，一种幸福感也油然而生。雷山县历史悠久，民族气息浓郁，特别是当地的苗族传统文化，在青山绿水间焕发着夺目的光彩。这位正在忙活的人叫文芬，在他的手中，肥瘦适中的肉片泛着诱人的油光，可以想象他们将成就一道佳肴。但是切好肉的文芬却不急着将它下锅，而是端着它离开了自己的家。他要用这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去换一碗臭汤。大奶奶，我就买点肉来换你家那个汤回家做吃。不要肉。要的。不要肉。这个我特意要我家那个五花肉来换嘞。那是有菜有辣椒，一把倒牛就菜了。奶奶说这个汤是老祖宗了，做来就是百多年了。一百多年来人家菜了。文芬的叔叔很久没吃安汤火锅了，文芬打算换些安汤。这碗被他们称之为安汤的菜品，不仅看起来并不美味，还不时地散发出一股酸臭的味道，但它却是雷山县苗族村寨里一道有名的美食。苗族同胞认为安汤就像老汤一样，越老越难得，越老味道越正宗。如今寨子里只有赵奶奶家的安汤存放时间最长，所以只要有人想吃安汤了，都会找他来换一些。大叔啊，我去拿汤来了，你闻一下是不是这个味道的？好好好。臭不臭啊？是的，最好的就是有的臭味才好。哦。文芬用五花肉换来的这碗安汤只能用作汤底，想要做一坛正宗的安汤，还要将新鲜的蔬菜、猪肉、酒等食材一起放进土陶坛，通过长时间的发酵才能做成。发酵的过程中会产生一股浓烈的馊味，但凡寨子里有人家做安汤，全寨都能闻到这种特殊的味道。臭香臭香，这个没臭就没有这个汤的味道。那现在汤比肉还要好吃，那比肉还要值钱。到哪里有这个味道，就是这个是我们雷山的味道了。
之所以这道酸臭无比的鞍汤能在雷山苗族同胞心中有如此高的地位，是因为它曾经是生活在大山中的苗族同胞保存食物的方式之一。以前就有剩饭剩菜来，就是多给猪吃，也有点可惜，就留着矮汤，那才保留到现在。金黄的玉米粒在大火的作用下变得焦香，碧绿的菜叶还带着新鲜的水珠也下锅炒熟，当然少不了的是上好的五花肉。带皮猪肉在热气中卷曲捞出，加上所有的食材，接下来就是鞍汤出场的时候了。在过去生活条件不是很好的时候，家里的剩饭剩菜大家不舍得倒掉，便会一股脑的全部放进坛子里，再撒上些白酒和食盐以便保存，久而久之鞍汤便应运而生。虽然如今苗族同胞不再采用古老的发酵手段保存他们的美食，但鞍汤却依旧是苗族同胞难以割舍的滋味。鞍汤可以直接饮用，可以泡饭，但最适合全家欢聚的做法还是一锅热腾腾的鞍汤火锅。通红的炭火上，这锅鞍汤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下锅的食材，豆腐、五花肉已经排上了队，用浓烈鲜艳的干辣椒拌上一碟蘸水，薄薄的裹满煮熟的肉片，这一刻的满足也许只有这里的苗族同胞才能体会得到吧。家乡的味道，亲情奉献。我们今天的这个鸭嘴鱼尤其的好，因为我们这个鸭嘴鱼啊，里边有一整条的龙骨，全都是透明的，还要再搭配一些其他的食材，我们把它剔出骨头。哎，等等啊啊，你做菜要小心一点，我们对你有要求的。又有要求了？怎么补钙呀？那骨很重要，鸭嘴鱼最大特点什么？浑身都是软骨，没错，没有一根刺，适合孩子吃，老少皆宜。我的要求是必须骨肉相连，口口见骨见肉。哇，这难度有点大，有一口吃到纯肉都算你失败啊。一整条的都是龙骨。对，我们把它可以看到软骨和骨髓都有，有骨有肉，骨肉相连，没问题吧？妈妈再也不担心我吃鱼刺卡着了。然后把切好的鸭嘴鱼片进行腌渍，再放上淀粉，鱼就可以入锅了。炸鱼容易散是困扰大家的问题，如何让鱼肉久煮久炖而不散，夏大厨有高招。放到锅里不要马上去搅动它，没错，是吧？便于它定型。定型啊，这要多长时间？那在锅里边咱们也得有半分钟的时间，半分钟让它鱼挺实一些。哎，这会儿可以翻动一下哈。对，这个淀粉已经把它给它保护住了，已经定型了。这样久煮久炖就不怕鱼肉碎了。对了，捞出来。哇，你看它那个龙骨已经炸出来了，像一颗小珍珠一样在上面，肉有点微黄啊。这个鸭子鱼真的是很有特色的。首先把勺子充分的加热，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要整个前后左右，咱们做菜要热锅凉油。其实这个相当于我的锅，热锅。哎，接下来还有凉油是吗？当然了，要马上在这个冷的油里面蘸一下。其实我里面一点油都不用用的，就有它残存的这点就可以了。OK， 现在基本步骤就完成了，我们就要把我们打好的鸡蛋倒进去。鸡蛋相当于饺子皮，让蛋液均匀是关键。怎么样才能让鸡蛋在一个勺子里既厚薄均匀又不破呢？不用太多啊，转动我的勺子就可以摊出一个特别完美的一个蛋饺的皮儿出来。你看，特别完美，从下往上，哎，一圈一圈走。对，走你。下一步就要放馅儿了，大家看清楚了，助力孩子长个儿的秘诀就在这馅儿里。没有完全凝固的时候，趁这个时候赶紧放上我的馅儿。您放馅儿。对，筷子筷子，看，因为我经过我刚才的处理，它是肯定不会粘的。哦，真是真是，又薄又完整，看。啊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完美。看一下，你看，下厨来，鼓掌，检查一下检查一下。非常的吧？没想到吧？太没想到了，太没想到了，心灵手巧。这馅儿里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能助力孩子长个呢？哎呀，都是我们在家里随处可得的。最简单的，
肉馅儿，肉馅儿，哎，一定要有。还有小河虾，虾里面这个补钙啊，这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大家都知道虾皮补钙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可以把它化整为零，把这个虾皮和虾肉一起剁成虾泥，然后呢，豆腐干儿，好，豆腐干儿，嗯。混合起来，再放点最基本的葱姜，哎，你看馅儿已经得了，非常完美的一碗馅儿就做好了。葱、姜、蒜，葱姜蒜。那这种烹调方式呢，是在海边或者江边的这个渔民非常朴素的一种烹调方式，吃的是这个食材的原汁原味。那咱们在葱姜蒜煸出香味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放一些的潮州咸菜，让这个汤水呢是有一点点的酸爽。我们可以用四川酸菜，甚至我们可以用东北的大酸菜，主要的就是要借助它的这种酸菜的那种酸爽味道。对，那咱们这个酸菜呢，一定要在锅里边耐心的小火慢炒，把它那个酸菜的水分炒净以后，慢慢的激发出它的那个酸味儿。哎，这道菜我真得好好学学。你知道春天啊、是孩子长个黄金期，真是个好妈。我们得做好储备，每一个春天都要从小就得补，是吧？好，那咱们看到酸菜的酸爽香味已经煸炒出来以后，鸭嘴鱼入锅。今天发现了这么好的食材，太有优势了。烹酒，关键我省着这玩意儿挑刺儿。哎，这个特别好，儿子也不会投诉了，说妈没事老挑刺儿。咱们今天对这种菜肴在家里边是极其的好复制，你看我们的节目，你能学会我们的菜，对，这是最大的收获。没错，这个其实学了回家就能做。你可以闻到这种鱼的香味啊，和这个酸菜相辅相成，瞬间的激发出来了，而且很清淡的一种味道。对，我们再放一些的时令，鲜呢，春笋。嗯，那看到刚才我们的那个黄金角呢，是有一半的成熟，是不是？看看，漂不漂亮，完不完美？是，没错。通过这种慢慢的去烹熟，哎，没错，爆煮它也能吸收，跟那小金元宝似的，看着鲜美汤汁儿。我其实现在挺紧张的。紧张什么？我怕露馅儿。好，那咱们就是这样，小火慢烧20分钟，看看怎么样哦。看到了吗？咱们这个不吃蛋饺长个儿了。哎，真的膨胀了。对，是因为咱们刚才这个饺子的封口非常的紧实啊，里边的肉馅在逐步的成熟的时候，它会释放热气，汤汁也充分的进到那个蛋液里面去了。关键就是得尝尝啊。来，我们检查一下啊，我刚一开始给你提的任务是骨肉相连，看一看啊，能不能完成我的任务。骨肉相连，这是必须的。一口咬进去，连骨带肉。可以看到一块完整的啊，这块是肉，骨头在中间，中间一块在骨头，对，骨肉相连。哎，我先尝尝这个，估计很有嚼头，我真的没尝过这样的鱼骨头。哎，对，来嚼骨头啊，能吃吗？哦，我都听见声了，听见声，咯吱一声，嗯，你再听听啊，哇，很嫩，很嫩。尝尝鱼皮，鱼皮更香。哎，鱼皮很有嚼劲儿。对啊，对，口感层次出来了吧？它这鱼皮、鱼肉、鱼骨，完全三种截然不同的口感。没错，吃着太放心了。对，没错。临近出锅之前呢，再放上芹菜和红椒粒，维生素 C， 生素，哎，没错，也会好看。因为孩子，我跟你说，他吃饭，有人说是用眼睛来吃的。对对对，红椒呢是彩椒，所以它是没有辣味儿的，只是补充孩子应该摄入的一些好的东西。啊，颜色立刻就跳跃出来了，孩子肯定喜欢。好嘞，咱们这一道杜氏金饺香焖鸭子鱼上工告成喽。不到新疆，不知美食之道。3、2、1，开锅！比我还高。不到新疆，不知美食之奇。肉和石头都在里边翻滚呢。特制的，专门烤牛用的。不到新疆，不知厨师个个身怀绝技。这拿西瓜真能钓鱼，我的血都弄出来了，你看。哇！新疆是个好地方，瓜田果多，烤肉香。家乡的味道，新疆篇，带您一起品尝味浓料足、活色生香的新疆菜。